总理甲我传面汤甲烧水。好，我来传啦。阿丽啊，嘿，使，你准备帮我放地毛、放地灰。好，我随来去。原来是因，俺是咧做啥物啊？使啊，传落啊。阿丽啊，嘿，你去把迄只鸡仔甲绑起来。啊好，无问题。做啥工？来来来，我抓你。嘿，抓你抓你抓你。嘿，你要做啥物啊？哎呀，干呢？嘿，我是人啊，我唔是猪嘞。你看清楚。哎呀，阿秋，甲我放开啦！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哦，好，恁三个呀，嘿，甲我倒准备者。哦，伊也甲你抓起来。哦，了了了。来，你是要做啥物啊？你搞啥？你做你放心啦，要哪我，嘿嘿，我技术真好，袂让你伤痛苦。哎，周博士，你别抬我，你别抬我，我自己倒。哎呀！是要安怎煮啊？无同款的食法，师傅我有无同款的功夫哦。那阮夫人特别爱食鱼丸，师爷，我哩都将鱼丸、鱼皮、鱼翅加青丸转。鱼丸，嗯，那这边的哦，我上内行哦。要杀鱼，首先就要挂刀工哦，这起刀。
叫你拍台湾，疼死我，啊，疼死我！来呀，那你的功夫确实不是假的啊！嘿啊，都讲，都对的，师啊，你安尼短短的时间尔，都把这鱼仔的料理拢款好势，讲伊啊！这鱼若要好食吼，就爱趁钱。嗯，我今嘛要搞。我加油！啊，疼死我，疼死我！哦，尤其是这几年里，最新鱼丸汤，夫人吃了一定真欢喜。停啊！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唔敢再吃，啊，我唔敢再吃，我唔敢吃。嗯，对，这鱼丸鱼皮鱼翅。已经处理，这鱼就爱趁钱，赶紧家落鼎，卖烟池呀！啊，鼎连袂，连啊，袂啦，先落去，是啊，袂用的，啊，做多少？袂用的，袂用的，好哩。终于清醒了，我，你，夫人，别带我，别带我，别带我，夫人，你是安怎心哈？别抓我，别拔我，别带我，别带我，别带我！夫人，你今嘛是咧讲啥的啊？阿爸，真是一场。好惊人的噩梦，老爷，你敢知影我梦见？夫人，夫人，时过五季天已光，阿笑为你传早顿，我为你传一碗你上喜欢的鱼丸汤。我唔到这，捧出去，捧出去，我唔到这，鬼我拢捧出去。捧出去，我唔到这，鱼丸汤，我唔到这，我唔到这。夫人，你是安怎？我夫人。
中是一无尽，现实的生活重新行啊！希望也好，希望也好，我是真正经历了。是我固执不听你讲，将一切苦劝当作无名刺苦，变本加厉，做出地狱众生来受苦痛，忏悔以后，我诚心皈依礼佛，再加依附。相当一念佛心，尊重性命，咱可以放生，也可以护心，安尼咱的心就可安宁。各位夫人，恁大家听我交代，从今我要日日在精，时时祭品，将善经分享予众乡邻，乡邻大家学习，来做一个大善人。夫人，感恩你讲你了未？夫人是讲以后。你跟您多多学习，各位辛苦您了，感恩，是感恩。
底离人间偌远呢？应该是无偌远哦，因为呢，这种的这不幸因果做地狱因呐，迄种的苦乐在迄个一念之间呐，你是要做好，或者是要做好呢？做好当然就是得到快乐的报，那是作恶呢？当然都是受苦难折磨，身心的痛苦啊！这本来都是因果嘛，所以业力那现前呐、啊，哦，果报现前的是，真正是顷刻之间哦，这位太太地狱的报应。你看，刚一个地狱地迄个形态呢，就是一直的人，安尼呢不断经历啊。你看，偌尼只宽，偌尼只大的地狱，一个人嘛满满呢，受着经历遐尼只多的罪报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罪业因缘呐，哪怕是搁较多的人伫内底呢，嘛感觉讲哦。家己所受的报应，已经无法度呢去顾及到，也阁有另外的人，所以讲起来不相妨碍，就亲像迄个夫人呐、啊，伫迄个所在呢，经历了猪啊、羊啊、鸡啊、鸭、鱼啊等等呢，伊看到伊的路边呢，抽搐旁观呐、啊，胆悄风声啊。根本一直在哀求呢，你救我，你救我，但是呢，无人会救伊。亲像这种呢，无定着，遐个鸡鸭猪羊啊，所有一切的生灵呢，都是不断伫咧哀求，伫厨房的内底不断伫咧哀求。哦，可怕！这个地狱呢，普遍了。在这个人间里，所以咱最好啦，来好好起一念的好心嘛，尊重生命啊，咱会当放生，咱会当好生，咱会当呢不去杀生啊，安尼呢，咱是不是心真安呢？所以各位啊，学佛啦。咱爱相信因果，咱若无相信因果啦，等到呢业上现前的时阵，那顷刻之间啊，万生万死啊，感地狱的报应，那就苦不堪言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嘛。